来，就要钓鳟鱼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挑战一下用我手上的这个甲鱼，非常高逼真的一条鱼，来钓一条鳟鱼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甲饵在水中呈现的原质。看，鱼梭非常像一个受伤摇摆的小鱼，小抽呢又像一个逃窜的小鱼。现在马上往正前方抛一杆，看一下能不能抓到一个鳟鱼全过程。OK， 带有重心远投系统，可以抛得非常远哦，差点就抛到对面的船上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先让它一路往下飘落到底。在这个飘落过程中呢，非常有可能会遇到结口。来，我们一同看一看，喜欢花叶的红心加号，先点点看结口。我们已经中鱼了，我说了嘛，在往下飘落的时候非常有可能会中鱼，果真已经被鱼给叼走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鱼，漂亮，在远处洗塞。这条鱼还不小哦，漂亮，我们应该在40米开外中鱼。漂亮，假钓鳟鱼就这么给力。漂亮，洗塞了，哦，看发力了，还要发力，哇，看打到了嘴角，这是攻击的时候没有咬得太准，嘴角边上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现在给它拿起来看一下，漂亮，好，来了，耶、yeah, ，漂亮，非常漂亮，又健硕的一尾鲈鱼。我们现在把它钩子接了，接了，直接放它回去。下面的肉比较软，